军出击。冲动。闪现。好快的刀，好快的刀啊！我压了。开个五杀呀，不开了，五杀这把不开了。容易三心二意。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刚才我有一个细节，我先砍了一下那个鱿鱼丝，斩了一波双刀，闪现砍了两刀，接个扣，明白吗？谢谢雨小宝。集中自己的意志，可以击穿。嘿，你别让我扣着你啊，老鱿鱼。我就现在不杀你，我一会儿也得杀你。直播间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最后一分钟了，一分四十秒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抽奖了啊！跳舞是吧？没关系，让他跳。绝对不要坐等胜利的到来。说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先控线。我不会独自行走，我亦无神承载，就是先吃药。剑刃与肉身。满血好像不太好杀呀。还行啊，只要他孤立无援其实还行。还有最后一分钟开奖了，二十秒，还有二十秒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抽奖了，直播间有个三千的抽奖，可以来个办卡试试运气。谢谢老严，感谢老严，谢谢失忆之猫，感谢嘴哥的银财秀和拼，谢谢用户四七三。看看啊，来个锯齿短臂，遮蔽了双眼，可以那什么了，兄弟们，可以合成了啊，可以合成了。我们先看看这合成人数有多少个啊，现在是双 A， 这个三 A 我说实话挺难过呀，三 A 过了如果想过 S 的话挺费劲的，确实挺费劲，要的太多了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来了银马，上吧，看着吧。驾驾，两刀一斩千机，我将为你指路。
我应该死不了，可以。气死在鱿鱼。11-0，天！还好我们不是那个第一个送银头的。否则呀，呀，那轮子妈怎么能来了呢？这轮子妈是干哈的呀？中单轮子妈呀！哼，否则什么？否则呀，我就是那个最帅的人。还好我没说完，嗯。集中起来的意识可以击穿顽石。这笔已经赖军呆嘴了。我们26个兵。抽小兵，他出了个大腰带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嘛。先等个点盐吧。也不知道他搁这干啥，晃来晃去的。跟我在那转圈去。拆了吧呀，一塔还没掉呢。嘿，哎，算了，让他溜一手。我的一塔没了。先看一下啊，我们合成人数现在是60个，我想来个飞机抽奖。我说实话，咱们来个飞机抽�奖吧，啊，来个2000的飞机抽奖。如果办卡的话吧，太慢了，啊，来个2000的飞机抽奖，概率大一点而已。火箭抽。算了，别火箭抽了啊！拉倒吧，拉倒吧，火什么箭？火箭。错过了吗？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我在冥想啊。我加
EZ 呀，那 EZ 心态爆炸了，让俺们家那波比给杀疯了都。嘿，我来，你来呀、啊！我能让你五杀吗？你的五杀由我来办。真弟弟，谢谢宅男子的一个飞机儿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有喇叭的可以喊个喇叭啊，可以喊个喇叭。集中起来，被金砖蛮石。能不能给个蓝 buff？ 瞎人诛心。心赢，哎呀，随便玩嘛，真是的。谁拿不一样呢？对不对？反正都要完事儿了。闪现！谢谢别喘乐乐乐和谢谢小人人而不色。哎，这怎么能有助攻呢？得把这波比都杀疯了，他杀了二十个，这是修带呀。假装打不过，没想到居然能把我收了，不敢当呢。吃点饭吧。别送了，我一共就死了两把。带来冲动，没办法，这把是碾压局，上下路有点猛。哎，我发现剑圣啊，坐等胜利到来。我们还是细节不够，我发现。砍人之前 ，Q 之前不要开 E， 等出来再开 E， 那一刀不够细节。以后我们得细一点。永远都怀着一颗，让 E 技能的持续时间长一点，不要砍人之前就 N E。五杀来了！
往哪跑？就一直往里面缩呀缩呀，那泉水里面也往里缩，把它缩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谢谢 slow 专情的一个飞机。